好的，欢迎您回来。那么刚才呢，我们也是有聊到说这个贸易战开打，并且也是在这周呢是持续升温。那么在全球局势越发紧张的情况之下呢，美国经济还能否维持一个良好的表现？中国又会受到哪些影响呢？相关的问题呢，我们也是再次与香港独立股评人罗伟南女士来继续的进行探讨。你好，再次欢迎您 Casey。 你好。好，那我们首先要来说一说这个债券市场啊，因为现在这个美国方面呢，大家也会探讨一下这样的一个方面。那么债券市场有一个显示，就是说这些交易员呢普遍认为美联储在2020年根本是不会加息的，那么这和美联储预计说2020年会加息1到2次的预期其实是差距还比较大的。那么包括在之前我们看到这个美国的一些经济的数据，其实表现出来还是好于预期的啊。那所以你怎么来看接下来这个美国的经济增长的前景如何？我相信短期来说的，上一节我们也说到了企业的业绩也很不错，然后经济的环境因为减税嘛，对于企业来说有一个提振的作用。所以起码到今年为止，美国的经济仍然是向好的。但是未来的可能去年或者是2020年呢的时候呢，也许这个经济的增长动力不是很足够。我相信，因为是一方面是因为这个加息的令到这个融资的成本也上升了，然后对于企业来说呢，其实这也是对美联储来说有一个压力在。如果加息太快的话呢，令到本土的企业他们融资的成本上升的话呢，可能会影响到未来的经济增长的情况。然后第二就是真的这个贸易战的问题了，会不会影响到整体这个美国啊，以致是全球的这投资环境还有这个经济正常情况，也是令有一些担心的。然后第三就是美国方面因为今年有一个税改的措施，然后未来特朗普上台的时候也说会加大这个基建的项目，未来在财经开支方面可能会更加的多的时候了，对那个财政赤字来说了，可能会有一点的压力，只是都会影响到未来美国经济增长的情况了。我相信到明年下半年的时候了，可能那个经济的增长动力就会慢慢的减慢。我们来说说这个特朗普一向比较摒弃的这个 WTO 啊。那么现在来说到这个，在昨天呢 WTO 对中国进行了第七次的贸易政策审议，但在这次会议上我们看到欧盟、日本连同美国是共同向中国来施压哈。那本来大家会有一个感觉说，哎，因为这个特朗普是到处向人来挑战和发起这个贸易战，那么所以很多人是寄希望可以把这个欧盟和中国可能接下来会有更多的一个联手。但现在首先在这个 WTO 上面我们就看到其实并没有跟中国来联手哈，反而是跟了美国和日本一起在联手，所以接下来可能大家这个美好的愿望是不是就要破灭了呢？对，就是不要放太大的期望在这个中欧的关系，也是比较复杂的。虽然他现在来看呢，特朗普在他的盟友方面也撒手了，就是他的盟友包括加拿大也好啊，欧盟也好，他也提到那个关税的超市，但是毕竟他们是传统上是盟友，然后日本人是传统上他们是好朋友嘛，所以很难说中国可不可以和他们合作。然后中欧的关系来说呢，还是他们也有一定的贸易的就是中国对欧洲方面有一定的贸易顺差，所以然后在一些知识产权呢还有继续转移的问题上呢，其实欧洲和美国是的立场是一致的，所以未来我相信比较难去和就是联合到欧洲还有日本去一起去对抗美国，特别是现在美国对于欧洲方面一些汽车的关税的措施有一定的换火的局面希望的是未来欧洲不会联合美国一起去打击中国的这个贸易上面这个会是比较好的结局。但是现在来看呢，我相信欧洲还是会保持一个中立一点的立场的不会去特别去靠近中国的那一方，因为毕竟他和美国的关系还是要他们要考虑到的。那我们也知道这个特朗普呢在这次也是
是表示说啊，他要这个无视 WTO 的这些政策和准则，对对对，然后额外的要向中国再来进行制裁了。那么如果说特朗普到时候真的是撇开 WTO 不谈的话，其实对于中国的影响有多大呢？他现在其实也不是很理这个 WTO 的里面的一些规则，然后中国虽然也很多次在WTO 上面去抗议了，但是他比较就是一个贸易保护主义是比较明显的，所以相信这一次已经落实了大概340亿的美元的关税之后呢，起码到10月中那个中期选举的之前呢，他也在应该会不断的提出这些关税措施，不会太理那个 WTO 里面的规定，然后里面的一些国家其实也不能控制它了，因为你们看现在欧盟也好，日本也好，在比如说中国开放市场，还有那些就是产权问题上，其实他们也是在同一方的，所以中国在 WTO 里面虽然没有太大的办法去对抗现在美国的这个就是不理 WTO 规定去做关税措施的这种的行动。好，我们来说原油市场了。因为我们来看到的是这个布伦特原油周三是经历了暴跌，那同时欧佩也是预测明天全球的石油需求会减少。不过美国对于伊朗和委内瑞拉的制裁会对全球原油供应量进行这个压缩。那么好了，那么如果说因为现在这个原油我们看到基本上是在70多美元，70多美元一桶，接下来这个油价要怎么走？有没有可能可以这个继续降一降这个油价，还是说会继续再冲到80？冲到80的可能性还是有的，我觉得现在虽然昨天跌的比较多，原油油价，只是就是因为美国对于伊朗方面的立场又转来转去，因为之前就是说全面的制裁嘛，现在有可能可以宽松这个制裁，就是让其他的国家他们可以买入他的原油的产品，所以现在还是要看美国对伊朗的态度是一个重点了。然后昨天是因为那个利比亚的原油的产品可以重新的出口了，所以令到油价也干了不少。但是我相信欧佩里面呢，还有俄罗斯都不希望油价在未来一段日子是很大的波动，还是因为我们看到之前他们会增加产量呢，主要是应对伊朗方面的问题嘛，所以未来的可能如果是伊朗重新可以出口那个原油的话呢，他们的产量呢应该会有一些调整的空间，令到那个油价保持在一个比较稳定的水平。我相信大概今年起码去到第三季度了，都应该维持在70到80元美元一桶的水平了。好的，谢谢 Casey 的分析哈。那我们今天亚太商情呢就先到这里结束了，再次感谢罗伟南女士做客我们的节目，更多资讯请浏览 ONE TV 的官方网站以及微信公众号，感谢您的收看，再会。